清晨的阳光被乌云遮盖住了。一个男人沿着一条安静的乡间小路走着，他沉重的靴子令地板上的砾石嘎吱作响。空气中隐约透出一丝凉意，从天而降的雨点成群的落下。忽然，树枝断裂的声音令他注意到有什么东西从他身后跑了过来。我等你很久了。原来那道身影是一只黄金猎犬，它嘴里正叼着球，并摇着偌大的尾巴。这是最后一次咯，我可不想淋雨。他将球丢向一条小路。奇怪的是，狗并没有向小球飞奔而去，它反而朝着另一个方向疾行，很快就失去了踪影。该死的，不要再去追那只猫了。这似乎是他的例行公事。于是，男子一路追着狗往声音的方向移动。回过神来，他来到一座很大的农舍，看来有的找了。男子开始寻找那因为追猫而走丢的狗，不知是错觉还是什么，他听到了令人不安的啜泣声。接着，他发现一只躺在路上的手机，荧幕已经裂开了，而且上面还沾染着一些红色的液体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当他皱起眉头喃喃自语时，发现路旁沟道中有一只手伸了出来。救救我。声音的主人是一个女孩，女孩浑身是血，蓬乱的头发遮住了大部分的脸。她猛烈地颤抖着，直勾勾地盯着男人，充满绝望的眼神穿透了凌乱的头发，急促的呼吸化为白烟，在寒冷的空气中清晰可见。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一辆汽车在农舍旁停下，卡门从车里走下来。这是一个凉爽的夏夜，蟋蟀在黑暗中鸣叫着。卡门走向农舍，木头制成的台阶随着他的步伐而吱吱作响。最后，他在门口停了下来，从窗户看进去，里面一片漆黑。于是，他将手机的通讯录打开，找到艾米后，按下了通话键。几通电话过后，卡门察觉到自己似乎能听到手机震动的声音。再次透过窗户往内看，被艾米的手机荧幕照亮的客厅解释了一切。到底怎么了？虽然卡门想过就此离开，但是在发现门没锁后，他决定直接进去找艾米。见到你后，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宽敞的房间被点亮了，卡门一把抓起艾米的手机，想看看她最近在搞什么鬼。手机上披了一层薄薄的灰尘，而讯息和未接电话也堆积了不少，可这些都离不开同个号码。此时，他注意到有东西在移动，天花板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，楼梯间有一盏灯亮了起来。卡门走上楼梯，沿着走廊走向艾米的房间，房间的门微微的开着，但从缝隙中钻出的只有无尽的黑暗。忽然，他被拉进了黑暗，随后是关门与锁门的声音。卡门打开电灯，想看看他的朋友到底在搞什么鬼，可就在一瞬间，卡门恼怒的表情转为担忧。你怎么了？艾米的眼眶周围出现很深的黑眼圈，但更严重的是手臂上一道道的伤口。她看起来既不安又害怕。你不该来的，你为什么要来？艾米没有看着卡门，她往窗外看去，像在寻找着什么。是你发讯息给我叫我过来的，不是吗？卡门皱了皱眉头，换得的却是开始不断摇头的艾米。不，我没有，我已经拒绝了。同时，卡门开始环顾房间，并注意到房间的混乱程度非比寻常。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听着，
你必须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你有看到他吗？谁？我需要我的手机。艾米开始在梳妆台上寻找自己的手机，而卡门则将它从口袋中掏出来交给他。你把它丢在客厅。接着，艾米拿过手机，开始操作起来。APP 里有个叫做某某的联络人，他和艾米的对话全都是任务和挑战。这是最近很有名的某某挑战。我拒绝了最后的挑战，他现在又来找我了。你看，他打开了监控系统的 APP， 得以让卡门看到所有摄像头所拍摄到的画面。你想给我看什么？艾米将画面切换到卧室外的摄像头，某某正将脸贴在门上，像是在窃听两人的对话。但卡门接过手机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可是，艾米的反应不像是在恶作剧，她瞪大双眼，全身开始颤抖着，双腿失去了站立的功能而跪倒在地。见此，卡门抱着艾米，希望她能冷静下来。而门就在这时缓缓地打开了。是的，没有人去触碰它，它就这么打开了。幸运的是，那里什么都没有。可同时，艾米的电话响起，卡门一把抢过电话，对着电话的另一头大喊着：“你到底想怎样？”但是他只能听到刺耳的呼吸声。艾米开始对着窗户尖叫着，似乎是看到了卡门所看不到的东西。接着，艾米就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抓住，并往窗户外拖拉。我不会让你伤害到艾米一根汗毛。他开始和看不到的某某拉扯着，试图拯救他的朋友。艾米，你要撑下去。卡门，我很抱歉。不行，你要……这时，艾米放开了卡门的手。卡门疯狂地冲向窗边，妄想再次握住他的手，但艾米侧身一闪，并顺势推了卡门一把。抱歉，卡门，我别无选择。卡门从二楼摔了下去。男人跳进沟道中，将受伤的女孩扶起。女孩的身上满是可怕的伤痕，她试图说些什么，可是却只能反复地说着：“救救我！”男人叫救护车后，随即查看了方才躺在地上的手机。他在通讯录中寻找着父亲、母亲，或是任何一个家人的称谓。是的，他要联络女孩的家属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只手机是艾米的。他没有找到任何类似家人的称谓，但找到了最近联络频繁的号码。男人认定这是女孩的家属，或是再怎么样也会是好朋友吧。他看着两人的对话，并且皱起眉头。最后一个挑战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拜托，我办不到，一定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挑战吧。杀死你最要好的朋友。而此刻，艾米正站在窗边看着两人。抱歉了，卡门，我还不想死。他向好友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最完美的笑容。